欢迎回来到2019 WCS 世界杯全球总决赛的 C 组的比赛。我是今天主编，我是赛品 Top。我刚刚可以看到这个最后 Rainer 是在 BOW 的比赛上面把小 Hero 给打了下去。对，主要还是小 Hero 最后一场啊，他的失误感觉还是有一点多，开始变得比较多了。对，然后一开始就很明显，是应该说一开始雷诺本来就要给他送下去了，但是后面雷诺给他机会，但是他没有把握住。对，没错，可以说感觉两场这个韩国选手对抗这个欧洲的选手，前面看起来都有模有样的，不知道为什么打到这个番战的后面开始就有点荒腔走板的感觉，失误开始变得越多。平常没打那么久，平常不会这么久啊，平常都是三。平常波三，然后再加上都节奏都很快，一下就结束了。对，不会打这么久，到后面有点不太行，那个耐力赛的问题，你知道吗？真的，这是一个马拉松的概念，一个短跑选手跟一个跑马拉松的选手。对，可以看到小Hero肯定就是那个短跑选手，短跑非常的强，短跑前面几场那个立场的释放跟那个操作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感觉非常有竞争性的、啊。对，主要不过是刚刚讲到那个后续的小Hero转兵啊，我是觉得。转航母有点太拖科技了，因为转航母你中间你第一个是航母建造时间很长，对，你中间会有很大的一个空窗期，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因为你转了这个航母，你地面你根本就不会，你根本没法再多刷电兵，你根本就没办法再多出部署。其实这种赤蛇加盾地兽的部队组成最怕的还是你有电兵、白球跟不朽加冲锋狂的这个组合，对，那这个组合你自己把它瓦解，然后再让你中间拖了这个航母的这个科技出去，变成说你让雷诺有一个机会去打你。你如果是正常刷屏，我觉得理论上很难输，只要一颗圣母，真的是只要一颗圣母，我觉得其他都是多余的。没错，没错，没错。那感觉他包含在最后那一波防守上来讲，我觉得小Hero其实操作的失误面来讲看起来很大，他有非常多。非常不必要、非常奇怪的失误产生了吧？而且一路回来，他原本不朽数量超级多，还有很多的执政官，他被 Rainer 一路那个飞蟒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换、一直换，他后面也没有再产不朽，因为他为了去转出那个航空母舰，所以他牺牲掉原本有的产能去扛住Rainer 的那一波。但是很显然的，包含在一些幽能风暴的发挥以及表现上面都没有如他的料，就是如他的所愿的发挥啦。对，最主要我觉得是，其实 Rainer 这部队很明显的，他不航母吗？他不是特别怕，他其实最怕的还是你今天，因为赤蛇这东西是他很软，对，一个闪电下去，他必须要全部散开。对对对。那遁地兽这东西又是怎么一回事？遁地兽这东西他不能没有肉盾，对。他在没有肉盾的情况下，其实遁地兽很烂。对，那你今天其实你转这一个，你只转了这个航母，就会变成说，这个赤蛇今天不用把位置让开，它可以站在原地输出。对，没错。那现在有个问题是，小飞机没有攻防，你的空军是没有攻防，所以他也秒不光那些赤蛇。那就会变成说，赤蛇今天就一直站着，去把你所有的输出先顶掉。然后再来就是，当你的空军打不赢，你想要让地面一起上的时候，遁地兽你又没有东西去解决，没错没错，那就会变成说这局面就很尴尬，你根本就没有东西去打遁地兽，一来一回，对吧、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刚刚那边一方面也是小Hero他电兵，其实在后面我们看到，其实他一直有来来回回，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往前走电那个遁地兽，但是其实都还没电出来，然后走到一半，然后又往回拉，虽然说没有死到很多，但是你来来回回多送了那几只电兵，在这个后期其实赤蛇。你如果一旦想往前一把电，你是绝对不敢动的。对，你一定要全部散开，再往后拉，再重新来一次。那你在经济这么优势的情况下，你来回的这样子去电那个 Rainer 的部队，其实 Rainer 是耗不起的。对，他后续的赤蛇一定是只能一直一直按，然后到后面你真的，如果假设好，你还是决定要出航母。对，那你的航母。在你这样拖的时间下成型了，对，那个赤蛇还是一样还是打不赢，对对。但是最大问题是，他刚刚在拖中间那一段空窗期的时间，他的操作没有到很好，对，一直出现很多破绽，让 Rainer 去分开击破他一支一支的部队，对，一点点战损，一直耗，然后还甚至小Hero的高级圣堂，原本就只剩四支，一直去往前垫，反而是自己全部消耗掉了，所以导致他就像你刚刚讲，他没有办法去限制一些赤蛇，只光靠航母这些小飞机是打不赢那些赤蛇的部队的。甚至那边我跟你讲，下电池或许都会赢，或许啦，下电池也有机会，但是我还是觉得刚刚那边其实转航母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它的空窗期有点大，而且
最重要的是，因为你雷诺没有经济了，对，他不可能拖，他一定会直接推出来。那在这个情况下，你转了一个可能会有空窗期的单位，你就是要承担这个相对的风险啊。你就必须要知道对面有可能会反弹，翻大一这一。因为航母成型，以那个赤蛇是绝对打不赢，不可能打得赢。那你如果能够拖出来，你绝对你的胜率是100%。如果你中间失误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多失误的话，你后面的胜率绝对不可能像刚刚那个局面长那个样子。没错，而且还要。看到的是他前面已经拥有这么大优势，包含在上一波已经占到从那么多便宜，从基本上经济是已经全面崩盘的情况底下，而且部队也是损耗的非常多，然后你拥有这么大优势底下，你却把这个局面送掉，我觉得对小鱼队来讲应该是蛮大的一个打击。还有一个点是他那个冷静，想要在人家脸上刷屏。对，这个其实是很多神族会犯贱的地方。你觉得这个好像要赢了，优势很大，然后脸上刷屏，直接冷静被砸掉，又被推回去。其实这个是很多神族会在比赛上会发生的事情啊。要是那个冷静有把那一波兵给刷出来，游戏就结束了。对，不可能再往后拖、啊，因为那边那八只狂人是一出来，赤蛇就直接往。赤蛇就直接融化了，那个赤蛇完全打不赢。对，那个是绝对。赤蛇就打那些狂战士了。那个是绝对扛不住的，你没有遁地兽，也没有毒爆，你就纯赤蛇。那个狂战士一往前顶，然后后面还有追猎跟不朽在输出，你是不可能打得赢。这是一口气的问题，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要拿下比赛。就是有很应该不是差一点，就很多点让你可以去赢这个比赛、但你都没有好好的把握起来。对，你真的是没有把握住，你可以直接结束比赛的方式你没把握到，回去转兵的方式。感觉也不是选择到一个最好的方式。这边只能说非常可惜啊！这样又回到这个昨天的情节，两个韩国人都掉到了败者组，现在是有两个非韩的选手站在胜者组的部分，由Hero Marine 要对上是 Rainer 这一个对决、那这两个人其实在欧洲区也是交手过蛮多次的啦。也比较有趣的是，其实在刚刚我们赛前有提到，就像在年初的部分 WC Winter 的欧洲区，因为那个时候以 Hero Marine 使用这个飙车流，其实是发挥到蛮好的效果了。是Rainer 感觉是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应对法，他有用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拿下对上 Hero Marine 的比赛。但是可以看到，就是时间慢慢往后延到今年的年中或是年末来说，包含在上次 WCS Summer 的巡回战上面，其实 Rainer 都有办法去把 Hero Marine 是完全的击溃掉在半战上。一部分是虫族其实是一个很需要习惯。Patch 的一个种族，就是你今天一个战术新出来，其实虫族在第一时间你要有很多的尝试，你要去想说到底什么 timing 点转什么兵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那虫族其实就是为了因应这些东西，所以在一开始的比赛其实看起来会有点还在摸索的感觉，几乎都是在摸索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一两次被击败，我觉得是能接受。反正本来就不可能每天都在赢的，连 Zero 都输给 Hero Marine， 我觉得这没什么话好说。因为这东西确实那个时候我们看起来，在大家的眼中看起来不是有点超级强，那时候看起来确实是超级强。但是其实打到一定的那个场数之后，大家习惯那个节奏，然后知道怎么去做应对之后，反而是变成说人类这边也转了一个战术，换成我今天战巡舰的战术换变成多一点。其实这就是星海争霸就是这样，战术螺旋。这边双方第一场比赛是已经开始了，首先是来到这个缓球的 Winter Skies， 在地图右下角是红色的德国人类选手 Hero Marine， 而左上角呢则是蓝色的意大利的虫族选手 Gamers Origin Raynor。 Gamers Origin Raynor， 这一条线应该是我唯一能够描绘出 Hero Marine 晋级的一条线，晋级之路。这个要直接上去，然后下来，因为他等一下如果面对到小Hero，或是我觉得他打小Hero应该偏难打。他自己也觉得他不太想去面对小Hero这样的神族选手，因为他前面打法偏，他空去他喜欢去搞爆，他开局很喜欢投雷，但是投雷这个开局其实很容易被这种很搞的神族去打到。对对对对，平局小Hero是。在神打人，在前期就是有很多前中期有一些战术就可以做运用的、对 Hero Marine 来讲，可能是一个不太乐见的局面。当然啦，还有 Classic， 要是 Classic 在四队上，这两个人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好说。我这一组真的是蛮有趣的啦。
好 ，Hero Marine 是选择一样、哦、一个死神开矿比较正常的一个开局。我觉得因为这张地图啦，这张地图比较近的关系，所以其实这张地图相对来说，我觉得枪坦其实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战术。嗯，没错。因为其实 Hero Marine 的生化其实它的暴毙能力真的不差。对。但是，再加上这张地图，它其实有很多是地坦克可以利用的地形。那这样相较下来，你的枪兵的操作就不用这么好，就是它可以这个地形可以弥补你的操作。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 Hero Marine 在这张地图，我觉得它的胜率啊，应该不会太低，嗯、对吧？这边就可以稍微观察一下。雷诺认真的吗？他开又开这个矿。哎呦，这前面一个缓球，旁边还有一个口。这个矿是真的。前期如果人类发现你开这个矿，他打一个很早期的那个坦克加什么枪兵女妖的推进，这个会有点难守了，因为太多坦克可以利用的点了。上面缓球，后面一个，然后下面平台那个高地下面又有一个卡卡角，一样是坦克可以卡住。哦，刚刚有点危险啊，这个死神。好，成功撤退是看到了三矿是开在这一个地方，家里面则是军工厂也正在建造了，前面都是比较平稳了，就是可以看一下他像会不会像刚刚 Tub 说的，可以利用这个三矿的点呢、啊欸，去做一点文章。目前看起来，这个是我看一下，他这是三开吗？他家里那个是三矿吧？应该对吧？是三开啊，他这已经三开了。那这个基本上，在这个时间点三开的话，他的推进就会比较慢一点点。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啦，因为这张图毕竟有这么好的点位可以利用。如果你能够把节奏打得越哇，能够把节奏打得越紧，其实还是好一点点。嗯，刚刚虫胎是被弄掉了。好，战斗药剂已经开始研发。哎，我觉得这两个人应该还是会打一个比较偏中后期的一个交战。然后雷诺这边，因为他开这个地方，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赶快把右边上面的这一片虫台赶快扑出去。因为你这边如果没有扑，等一下人类第一时间找到一个机会站在你这个口，你是几乎是没得打的。对，没错，这边还是出点狗啊。两个兵前面都还算安逸啦，我觉得这两个人应该也很难。不过雷诺这个选择，他其实现在的科技选择，他打的是偏稳的。嗯，因为他知道他开这个地方，等一下如果毒爆没有滚出，几乎没得打，所以他这边还是选择先二本的一个开局。因为正常来说，你如果知道对面是一个喜欢打头、喜欢打稳健的人类，那你可能会比较希望，至少会希望自己的一房是走在二本前面。对，那在这个情况下，雷诺知道他开这个地方，等一下可能压力会很大。那如果有这个毒爆滚出的话，会稍微减缓雷诺这边的压力。嗯嗯嗯，这也是必须要人人想要去掌握的啦。这边二郎四台继续到前面控图、哦、看一下，但是 Render 的兵目前都还在家里面，用来后虫去驱赶这些部队已经够了。然后这批狗是直接选择溜出去，还在爆狗、哦。看雷诺这边会不会打一个节奏比较快，因为他现在农民是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喜欢打，比如说我等下四矿开，然后就大概是这个农民量，嗯，我就不按农民了，然后后续直接转大量的狗毒爆去跟你拼一个节奏。嗯哼哼哼，可以看到他还在按，他一直按。来，两船目前是已经出去了，这边起来直接进来火车，不过火车还在家里，还可以，还可以。有一下，有一下。但是工兵要不要直接选择走啊？去硬 A 这个吸头恩值会不会有点过分？哎，来二郎把这些狗给清光。狗这边在后面变，我看到这是变毒爆。脸上变毒爆，不要跟我开玩笑了。哎，好，没问题。七个工作单位，算是有打到一点东西啦。其实不够，还是不够多。嗯，你送了这么多狗，只换了七只，其实还对人类这边来说是能接受，因为丢个两个空格就回来。也是。但他原本应该是杀不到那些工兵的，那个门刚好没有关起来，很可惜啊。里面战斗盾牌已经研发完成，第一时间去点一个毒爆。保险起见，还是先把其他的陆战队给载起来。这个点就是要开始人类啊积极的控土哦，去扫荡各种虫胎，把虫胎限制住，不然等一下这个局面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
然后雷诺这边重胎目前右半边其实还是不够快，嗯，他下面其实还是比较着重把重胎往下面铺。对，那等一下矿，等一下如果看起来如果真的这边被架了，他大不了就弃矿吧，然后把就往下开，对，直接把基地往下开，嗯，好像也可以，一把扫描。这边还要空投王虫哦，好，欸，我要上车，上车，空投毒爆，上车喽，上车上车，是有移动速度来炸这个人类的二矿，哦，看有没有机会炸到一点东西。Hero Maria 反应究竟能不能够来得及看到呢？正面正面应该是不会来，这个阵地应该是没有会没有反应哦，因为这个正面哦，家里有反应，他忙着去，没有，他选择控家里，然后不控外面，对，我的天，外面爆开，外面真的是爆开，这个阵地是第一时间直接被瓦解，没有造成任何的威胁，就直接不见。两个，喂，只操作一边哦。他刚刚同时间想去甩这个正面的陆战士，去甩这个毒爆，但是另外一边两船的空投只是，基本上零操作，欸，直接被瑞诺解决掉了。雷诺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节奏，就是纯狗毒爆直接跳三本，然后看他后续有没有选择要跳雷兽。正常来讲是会跳了，嗯，对吧？跳个雷兽，然后现在就是利用这个狗毒爆的机动性，然后一直去穿。去把人类压制在家里，不然就是人类一出门我就穿一大破狗进去。对，也可以。这边继续操作，感觉因为马瑞这边在多线的拉扯上面，目前还没有做到非常的好。其实都被虫族限制蛮厉害的。再起来，又没有操作，他要再忙另外一边。这个想要双线，人家自己好像是被双线那一个。这个，但是我老实讲，这个虫族的控兵也是，其实也是有点难度的。他，这个分两边其实也没那么好控，因为很容易出现，你有一边其实没控到，也是会不小心被鬼雷炸到一波大。没错，主要是刚刚其实修马瑞他鬼雷好像都还留在家里面，欸。你知道刚刚那个画面是什么？枪兵滚毒爆。哎呦，他用枪兵直接去接那个毒爆虫，大方的接纳他。对，直接接纳他进来吧。上面外面还有四个，又要再次投一遍，又要投一遍，投这个空投毒爆，来两船，又是一次双线。Hero Marine 这一场，也好几次就是尝试着必须要去，拉扯这个多线，看能不能带这个 Rainer 节奏，但是现在看起来成效真的是一般般，甚至自己的损失搞不好还大一点。而且最主要是雷诺这边三本科技都在跳了，嗯，他少提一个狂狗。他这边应该是忘记按，他如果这个狂狗也按下去，等一下会有一个雷兽配狂狗的 timing 可以打。嗯，毒爆很多，哦，这个鬼雷是有速埋的，有绝地爪，好，可以吃点后虫，哎，哦，好好好，及时往后退。二公公房这个 timing 点上已经好了，这边感觉可以做点事情。欸，毒爆第一时间没有控，这边过分啊，直接点的枪兵集火掉了。这个正面，哇，正面没有控到，后面还有一些部队，这个阵地还是有一点深度的。那边绕了一波狗上去，还配合毒爆虫，工兵第一时间拉开。哎，就这样，没有了目标，人生失去了方向。排一字排开哦，这边还在操作，两边目前有点忙啊。这边要比拼，后虫往后拉，后虫又往后拉。他在操作前面的毒爆的样子，炸了八个的工作单位。真的很忙啊，人口目前其实也是咬在20上面而已。散开散开散开，好，都还行，解决掉这个鬼雷阵，部队再放下来。但是其实陆战队以及掠夺者数量已经不太够了，这边很危险哦，一个不小心就直接压到。哦，这边还好有个星耀在做支点，而且刚刚这个鬼雷好像击杀到蛮多的异化虫的，啊，一滩血水就在那里。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后续的这个雷兽了，嗯，这个雷兽出来其实 Hero Marine 这边还是不好打。没错，这边可能要想办法赶快把，其实经济来说，它经济也是蛮好的啦，78只工兵。但是最主要还是，哦，又穿了一波狗进来，一波狗进家了，解放者现在才出来，赶快回来解决这个。然后正面又要被滚了，解放者需要来救援哦，需要来扛这个雷兽。好，医药艇的数量目前看起来有点多了，等一下会应该还是会想办法，因为现在。如果 Hero Marine 这边要准备要转解放，那这个解放就在家里开始萎缩，然后就想还是要想办法把那个自己家里的神话部队丢出去。对，因为雷诺这个开局 ，Hero Marine 知道他是没有空军的，嗯，所以代表他理论上应该是要能够用这个
空投的方法去把节奏抢回来。在前面的时候，对，因为他现在把节奏，他刚虽然一直想要分双线去抢雷诺这边的节奏、嗯，但是因为他的控兵的关系，他一次就是一线，他一定会有一线爆炸，另外一边就送掉。对对对对，这其实是蛮不应该的，效果真的是大打折扣。哎、欸，但这个狗拉开可以啊，没有被炸到、哦，大量的狗穿了上，后面还有毒爆虫去进行一个输出上去，第一时间把攻兵什么全部散开。后面的兵第一次有办法成功蓄起来做防守，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那正面怎么办？正面，正面，正面。这边还带有一个斧飞，哇，这一发好像炸的有点多，他把毒爆都炸光了，有点尴尬，有点尴尬。Rainer 是不是要再缓一口气呀、啊？狗是一直在穿，没有错啦，但是上面上面变相的一再送，这两船终于到位置上了，就是要这样，啊、打这种没有出空军的，就是要抢他的节奏。没错，在十二点方向是直接把 Rainer 的矿给端掉了，这时候雷兽过来回防，斧飞说其实有点少啊，没打掉啊，这个斧飞要不要回去敲一下？少到是没有办法去限制这两船医疗艇的空投，其实现在有点尴尬。好，可以，这斧飞射出来的东西有点大颗哎、欸，对。这个 skin 的关系吧，他的球有点大颗哎、欸，有点就像网球，也不是，他有点像是十块钱特效哎、欸，十块钱特效，可以可以。好，所以鬼人是埋在阵地炸了一下，雷兽很多，这个正面 Hero Marine 还要持续恋战吗？这边但是也不能出重胎了。最主要是那个雷兽他那個、他不知道是有没有提那个雷兽的提速啊？没有吧？因为正常来说这个情况下还是要提啊，那个不然的越多的甩的其实还是有点爽、啊。没错，好，这边一船还在打，双线开始进行了。Rainer 因为这个雷兽的关系，哎、欸，这雷兽送的越多，送了两头、嗯後。后面毒爆，毒爆滚上来，但是枪兵也很多，进入到一个解放者，斧飞是直接打算去点这个解放者。比如马瑞节节败退，感觉被滚到的东西有点多。啊，不过好险啊，这一波医疗艇有走掉。嗯，哦，医疗艇有走掉蛮关键。还发现了这个全新的矿区，滚他！但是后面有部队来了，先杀这个毒爆虫。鬼雷啊，没有炸出来，很可惜。啊、真的有很大哎、欸，这个球，这个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哎、哦欸，这个但是那个斧飞不能送哦，斧飞不能送。哎、欸，这个矿，这个矿，好顶掉，顶掉，这是斧飞还在吗？斧飞要死光了，回家。斧飞没有了，剩下狗，到处都是狗。但是这边又穿了一线，一堆异化虫跟毒爆虫的乱战啊！一来一回已经拉开40人差距，其实可以看到是 Rainer 其实已经有97个工作单位啊。这个，这就是打前期打这种狗毒爆节奏快的一个好处，因为基本上你可以牵制人类的部队的走向，基本上很难出门啊。对。所以你家里在中间，你如果有换到一波优势，其实你可以大胆的去按一波农民出来。嗯，这边经济真的非常好，甚至有点太好了。这边大量掠夺者，看能不能再沾一点战损呢？主要也被端掉的情况下，还被。双三矿撞了一波农民，因为农民这件事情很尴尬啊！来来来，又穿了一波狗，又有一波幽化虫，有反应，但是下面的兵不够。哎呀，这个工兵一直在死，拉去另外一边，拉出一部队回来救。另外一边，其实 Hero Marine 好像有个空投去击杀掉，没有，他是那个解放者，解放者，杀了13只。他刚又点错东西、欸，哎，他们今天点到自己王虫。今天雷诺是不是擅长点自己人啊？真的是有点歪哈。歪的有点离谱。不是啊，他那个子弹都这么大颗了，还会点歪？你在跟我开玩笑？竟然会点到自己王虫，鬼真的被清掉了。这对人类来讲，其实经济有点受限啊。他的矿目前是开不出来的五矿。哦，上面好像扫到这个埋地毒爆哦，差点这个斜坡上去还是要非常小心的、啊。啊，冰给散开，又是一只双线。另外一波只有狗、啊，只有狗好像不太够吧？这狂狗，这是狂狗啊！哦、但是有鬼雷，炸了哇、啊！把自己要一个炸爆了，都是那间，通通都是那间。天哪、啊，这边今天这个游戏看起来特别有趣，怎么会这样？今天大家的部队里面都出了好多那间哦，叛徒哦，叛徒，全部都是叛徒。这边原本是两船，感觉可以做点事情的，欸、被炸掉之后。感觉真的是只能往后撤了啦。这边要觉得打了吗？没有解放者，下面其实有一波兵是可以滚的哟。哇，毒爆虫被包上面还有一大坨，只能选择再走。90人口差距，这边 Hero Marine 是直接打下了 GG， 由 Rainer 拿下了第一盘。这个很明显就是
因为雷诺很喜欢这种快节奏的国土包。嗯，那 Hugo Marin 这边很明显就是他的节奏是完全跟不上雷诺的。对，他虽然很想一直很想要用这两线的枪兵节奏强去把重来清，然后把节奏抢回来，但是一直都失误一线。对，不是侧面失误就是正面失误，是很尴尬。就是正常来讲啊，如果是他打的是一个比较偏向 innovation 的流程，嗯。那 innovation 流程就是他在二二之前是不会出门，他只会有四船兵在外面分两线，在那边不停的烧你，然后兵也不会死。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二二那一拳就会特别强。嗯，但是 Hugo Marin 一直在送兵，所以变成说雷诺是在中期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可以一直用狗毒包往你家灌，然后把自己的三，同时还提升自己的科技，把雷兽跳出来。这个是雷诺整场最，应该说最轻松的地方啦，他的科技真的跳得太爽了。没错没错，这个雷兽大家出来，也的确是 Hugo Marin 自己的问题，包含在前面那几船空投，没有打到东西，我觉得应该都还能接受，但是你全部送掉，好像就有点失误太大，有点过分。好，这边看一下，刚刚那一张算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生化比较强的一张地图啊。嗯嗯嗯，那看一下接下来会不会 Hugo Marin 改打机械化也是有机会。没错没错，毕竟 Hugo Marin 也曾经常常去使用这个机械化的科技组成。那这边的双方是来到第二场比赛，也就是修炼者之境 W 左下角是 Hugo Marin， 是红色的人类，右上角呢则是蓝色的意大利啊，虫族选手 Rainer。Gamers Origin Rainer， 目前是一比零由 Rainer 领先。这边来看一下雷诺这一场，因为看起来如果今天雷诺确定对面是打生化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就一样打保持这种高节奏的打法。嗯 ，Hugo Marin 还是很难突破。对，因为这种高节奏打法其实就是比的就是互换，两边基本上都是互换。对，看到底谁换的东西比较多。但是 Hugo Marin 上一场看起来是没有换到什么，对，基本上如果两边实力是差不多的情况下，嗯，就是比。就是互相伤害，我杀你家的农，你杀我家的农。然后虫族要运用的方法就是我快速的扩张，然后你点我一个矿没差，我去踩另外一个矿，用类似用这种概念，用我的族宝去换你的时间。对，那基本上这样长期这样换下，人类其实会越来越经不起换。但是刚刚 Hugo Marin 这边很明显是他正面的节奏其实也是完全跟不到，对对对，他要他好，他今天家里发现了你有空投族宝进来。但是正面完全没有动，直接上面的坦克跟火车直接被包掉。嗯、第一波进攻最一个可以利用，就是一个坦克可以利用点的地方，它直接被截掉，而且几乎雷诺那边是完全没有死到东西的。嗯、哼哼，对，所以其实那一波很关键，因为那一波如果因为没有在那里把节奏带起来，其实打这种纯狗毒爆的到后面会越来越难打，因为你的后虫必须要开始要拉家里的后虫出来，那慢慢的你就会开始会有一些喷软的失误，软不够啊，不然就是各种抱歉没办法产出足够的兵啊。的确，那就是 Hugo Marin 这一点可能看这一场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修正，虽然这感觉就是他的弱点的其中之一，短时间能不能突破还是需要观察一下的。好，死神上来。直接做个侦查，而且这一场雷诺打得超稳的，他这边直接按了王虫提速，他怕，主要还是 Hugo Marin 也是一个会开，应该也是会开战群间的人，对，所以他这边还是早期直接提了这王虫提速，等一下找一个机会进去看一下。我觉得既然可以开，每一个选手应该多少都会开了，都会开，只是看开的好不好。啊、但 Hugo Marin 看起来应该是开的还可以，嗯，毕竟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是有用这个战术。哦，对对对对对，没错，这个战术也是持续了蛮久的。好，双倍月狼，这个目前重构导流是已经提升完成了，等一下就可以进去做一个侦查。这边是选择了一个隐形女妖啊，哦，这边看到了，那直接就摆在你头上吧。直接摆下，不过现在这边还是要确认你点的那个科技实验室的那个科技是不是骗我的。嗯，他这边还是要看一下，因为你有可能里面在做的是战群，然后科技实验室偷随便点一个科技骗我。对，也有可能。所以还是侦查仔细一点比较安全啊。好，那这边这个火车进来，因为狗数还没好，这个是有机会捞一点东西。狗的数量感觉有点不太够、但是。弓兵拉走了，但是还有三只卡住，不错，但是还是上去了。狗刚好出来，
个，有没有机会再烧一下？六个，再串，还要再串、哦。九个，还不错哦，十个了。有没有机会再串再串？有没有再多？看起来应该是没办法了。好，這個、但是死神有没有机会跑掉？哎、欸，可以跑，可以跑。但是狗叔要好了，狗叔要好了。哇，被杀十个，好像原本就是如果有狗的数量在那边的话，应该是不太可能让这么轻易的。让二两个穿进来了。主要还是因为那个啦，因为雷诺这一场他前面是选择先王总提速，再狗速的开局，所以狗速到这个时间还没好，才会让 Hero Marine 有这个机会。不然理论上四只火车看到刚刚看到，如果有狗速是就算只有六条狗好了，他看到后头的狗都在那个地方，他不太敢直接进去点。第四隐形好有反应到，但是其实包子爬行中都已经插好了，这个阵营是有做到位的。你要操作要非常小心。在他只要再往左边一格，他就不会被看到。亏回去，你知道吗？这女妖有够亏的。这个女妖理论上应该是要两只，你第一只再怎样都不可能死。然后你第一只进去就算好，你看到每一个矿区都有包子塔好了。对。你就不要点，你就不要去硬点就好了。你只要等第二只来再一起进去。哎，同时一只。对，一次就是一只。你再怎样，你进去一次至少都是三只起跳。中将还是有点亏啊，这个感觉点工兵的机会就变得比较少了，操作空间难度稍微上升蛮多的，主要是 Raider 也都做好防备了，毕竟看你科技实验室有在转，提早做防守也是合情合理。因为 Marine 这边这一场还是要走生化，走一个生化的开的部队组成啊。好，再点一支。这边其实就是同时要注意的地方啦，虽然说。你一次出去可能就是一两只，但是如果像这个女妖放在这边一直持续赚你一两只，还是很不舒服。对啊，还是蛮就是有这种隐形女妖，你的二本还没好的情况下，还是集结点，就是自己工兵的集结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嗯嗯嗯。点第三只，哦，都还可以。目前就进入到一个比较平稳的营运的局面啦，所以呢，开始刷工兵。一波狗是确认到有人类的三矿目前已经飘出来了，准备要进行。经济上的加强，那这边看起来，我怎么觉得雷诺好像还是想要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有可能哦，因为他这个狗，他其实就是他停这个农民树，然后就开始一直按狗毒包，然后等一下二本一好，看要不要直接感染虫巢，就直接放下去了。毕竟上一场其实 Hero Marine 的应对也没有到非常好嘛，所以不然我就再来一次吧。几乎是被上一场几乎是被牵着走了，对啊，那个节奏完全打不起来。两船出去，这边少了三支陆战队，要来扫一下虫胎啊！一样，这个虫胎至关重要。大量狗目前其实早就已经全部都从那个虫卵里面蹦出来了，防守上来说应该不是太大问题，那就是一个节奏上的掌控。好，放下来，一攻一防现在好了。后面两船呢？只有这两船吗？后面两船应该会慢，会稍微慢一点点，因为这个时间点人类的瓦斯应该还不够多，所以会稍微慢一点点再出来。也是盖第二个军工厂，大概出轨了。就要看雷诺，不过雷诺这一场他打的是赤蛇狗毒包，所以这个鬼雷感觉就不会像上一场那么好用了。毕竟赤的狗毒包其实比较，老实讲，他比较怕的还是你走坦克。对对，在这种遇到鬼的情况下，很容易常常会看到人类直接被冲散。对，很有可能，这也是鬼雷比较遇到比较头痛的部分啦。反正是其实前面这一波第一波压制是有坦克的，是要坦克的，所以少当一下虫胎，这坦克两台而已，其实不够啦，而且毒包滚速都好了，这边应该只是上来少少虫胎，稍微 gay 笑一下而已。给你爆点兵，但是另外一边家里面是穿了大量的狗，但是上面是有兵的哦，雷诺的狗不能送，这边兵没有出去那就好了。但是这个狗，我以为刚刚他会走下面，然后回来打一个包甲，他们包甲把那个阵地给解掉。不过看起来雷诺还想绕，哈，他好像又绕回去了。又绕回去了，又来了，走了一圈，我又回来了。马瑞的部队在操作哪里？还可以，坦克其实好像有机会到毒豹身上，但是枪兵到底要去哪里啊？从上面开始集火，直捣黄龙去打这个四神，把我们打一下天开了，完全没有操作，失误非常大。家里爆开，正面也遭到非常大量的虫群攻击啊！一来一回，正面
全掉的情况底下，还死了7只的工作单位。这样子，这个真的就是雷诺的节奏，因为这个就是人类最讨厌的东西。嗯，你的部队一出门，随时都有一批狗直接往我家里面传。对，这个人类应该说，这张也是这张地图的关系啊，因为这张地图它的山矿那边是不太没办法做建筑学的，所以等于说你一出门，山矿等于就是直接打开，除非你的集结点间第一时间是放在二矿的那个补给站上面。对，然后补给站上面你看到有东西穿过来，你第一时间打针下去救，我觉得才有机会。嗯嗯嗯，这张图下面那个矿确实不是那么好守。没错，好，又一波狗掉到上面 ，Ranger 感觉要像上一场一样，利用自己的异化虫去为自己争取更大的优势，把节奏给全面都带起来。两只 Hero Marine 也是非常难以进攻啊，寸步难行的感觉。现在雷诺兵全部分在外面了，你有种就进重胎，你有种就上。对，那我就不客气的分两线直接往你家穿。嗯，那你防不胜防啊！现在这边 Hero Marine 是把四矿开在了高地的地方，把那个中间的矿给挖开了，同时提升这个三攻三防。而且最主要是这边飞马都在做啊，来有没有反应？好，压体要直接往后加速再走，掉了一串，最可惜。好，后虫吃一点后虫，那扫一下虫胎，左边还有一波狗，我要埋下来哦。散开，没有炸出来。刚刚理论上好像要炸出来，他应该是有在指，那鬼的感觉是有在哭的，有可能。好，再点虫胎，继续拉扯。现在要继续这样拖线，哎、欸，这个应该是鬼雷吧？嗯，要不要丢一下？要不要丢一下？啊，你怎么鬼雷？哎、欸，啊，你怎么又回去了？啊，你怎么走错路了？是怎样？啊，那边出了问题吗？那边就有一个矿，你不丢，你给我回来是干嘛？哎，失误了，一线失误，又再回去了，再投一次。不要扫描，确认到一大部队的位置。大龙塔、巨型螺旋塔目前是已经在变形。哇，这飞蟒的能量好满哦！哎，他又绕了一圈回去了。对，然后开始做原本应该做的任务。来，哎，丢下来，雷诺，哦，有反应，拉走，可以。炸，四个，可以啊，雷诺这反应。好，解掉这个空中鬼雷，正面把这个虫胎继续的限制一下、哦。要再换一波从下面过去吗？哦，很大量哦，这狗有点送哦。狗送的有点多，但是其实后面兵是很多的。他如果再起来，有可能被拉回来吗？飞蟒拉到，差一点。另外一边，中间，哇，滚下去，还是被撞的蛮多的哦，滚了很多枪兵啊。然后这边再包回来吗？雷诺部队再包回来，两边是进行一个乱战啊，分成两边在作战。但是其实雷诺这边没有狗了吗？有一点送啊，他这个部队其实有一点送哦。嗯，哇，人家三关好了，确定要在这个窄口打吗？你不毒包全部滚上去。没有鬼了，因为 Marine 的鬼寡妇鬼雷到底在哪里 ？K 笑了，雷诺又 K 笑了，要直接滚上去不管了。大量的四蛇狗毒爆，完全没有在操作，不断的往前滚，滚滚红尘，赤蛇站不站得住，很关键。但是因为 Marine 的部队看起来已经数量不太够了，为什么？他的部队刚刚在交战的就全部都不见了。最主要还是他其实后续的东西还是有被撞到。他每个部队一直在往后散的同时，正常来讲，你枪兵你还是要输出才会点到东西。没错，你一直往后拉的情况下，就是你等于就只是跑路，对，跑路，你就是跑路，就是撤退。对，你不是往后打，就是往后走一下，然后甩一下的情况下，你几乎就是跑远一点，就慢一点，慢一点死，但是你一枪都开不出来。对，就是这种概念，感觉还是没有办法操作的非常的到位啊，因为死了16只工兵，目前人口其实已经差了30-40了。这矿区其实也是岌岌可危哦 ，Ranger 的部队还有非常的多，直接选择上去滚这个矿区，哇，赤蛇狗毒爆，给的压力非常的大，再慢一点，缓一口气吗？后面的兵到底在哪里？这赤蛇其实也是还是不能送啊，没错，来，终于被 Hero Marine 是蓄出足够多的数量啊，把前面这一波给瓦解掉了。哦，不过现在最关键的是后续的大龙要出来啦，的七只大龙，等一下是直接往人类脸上骑了，这个就完全不用管。而且家里面其实很舒服。还有个问题是 ，Hero Marine 后续
节奏也是提不起来，没有去空投，所以他到现在也没办法侦查到到底雷诺兼加里的科技到底走到哪边了。嗯，没错，现在局面对 Hero Marine 来说非常的不利啊。家里面其实有瓦斯，但是刚刚那个矿的工兵全部被点掉的情况底下，他要蓄出一些鬼子。目前看来还需要一点时间，他刚开始一只一只的在出，等下可能还是在针对对面的寄生蝗虫。因为主要是这些鬼子，炸到大的，主要是这些鬼子能不能狙得出来，还是一个问题。是个问题，因为雷诺下面是配四个狗子爆的，对，這個、有可能在被贴到的时候瞬间全部取消掉。嗯，好，来到左边，人口其实还有咬住啊，而且。这样一来一回，代表着 Hero Marine 其实部队的人口数其实是很多的哦。可以看到 Hero Marine 爆兵真的是有点厉害。这边就要看这个正面了，但是其实雷诺这个正面也不能打得太紧。嗯，这边他等他后面做七只感染虫，这七只感染虫也是很关键。对，这七只感染虫可能会。这个 EMP 会不会打到这关感染虫身上？等一下 Hero Marine 正面，我觉得还是要专注在这件事情。我把部队的比拼了，现在。限制一下，另外一边好像有一船空投、哦，没有错，但是赤色已经在等你了，拜拜，空弹，好，挣到一船，然后，美运的怎么叫他鬼子出很多、啊，有点多啊，其实有点危险哦。然后还有个问题是，他现在如果有钱了，他要不要考虑开始丢核弹？其实是我觉得要这么做，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对，而且农民其实。为什么不补一点农民回来啊？他可以考，可以补六十几次。对，他其实是可以补到66正常的一个营运的数量。嗯，没关系，这边再看一下，姑且看一下。只是幽灵特务如果一多的情况底下，最怕的就是被毒爆虫，或是刚才从第一波打，因为幽灵特务走不了，他没有办法打这个战斗药剂去很快的撤出这个战场。两边都开始。Rainer 已经把包子爬行虫插在地图的正中间了，为这个长期抗战做准备。这边 Hero Marine 其实家里是都有基地的，我看他那个他刚那个四矿那边基地应该是很多，他其实这个时候要考虑大胆的往外飞了，不然他的经济会慢慢的跟不上。哦，这边被定到喽，但是被定了一点的毒爆，其实不在这里呀、啊。然后他用那个大龙去点就好了。哦，可以可以可以。其实这鬼子已经，我好像不止两三只哦，好像死了一大半。感觉刚刚前面应该是有个差不多四五只鬼子，大概只剩一两只走而已。嗯，但是其实虫族刚刚 EMP 没有仔细看到到底有没有打到，但是寄生蝗虫好像是有被狙击掉一两只的部分。这边有部分的大龙是已经残血了，再继续遛狗，一下节奏，哇，这个其实。被炸的又很大，这边 Hero Marine 家里是全部都在按鬼子，嗯，那就要看他等一下这个鬼子的控兵到底怎么样了。没错，哎，我记得我们年初的时候是不是有讲过一件事啊？他是不是比较会散鬼子啊？好哟，是不是有这种事情？比较慢的比较好散，对，我记得好像有这种事情，就是会打针的他都不会散，然后这种不用打针的他都散得开，好像有个残局是他只剩鬼子的样子，然后散就一直往后散，我记得好像有这件事情。毒爆已经变出来一大波，但是用掠夺者扛在前面哦。Hero Marine 去看虫族进行一波交换，虫兵有没有在动啊？他真的没有在动，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有办法去避免这个东西的吧。这个刚刚他自己的兵也还没有全部拉开，为什么他是全部站着然后给人家滚？他已经散好就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了，你知道吗？他感觉就是上班族做完这些就下班了，下班了，然后就让他们自己自生自灭。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啊，便当自己叫。很尴尬，鬼子是真的很多啦，很多，但是你总不可能拿鬼子去毒爆。主要是他还猥琐不起来，现在他需要找一个地方让他开始猥琐，不然这个鬼子在你没有猥琐的情况下其实很烂。他毒爆，我这边雷诺只要变够多的毒爆往你脸上滚，你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保护。没错，一把人鱼增生让你的部队不能走，第二把还丢了这个寄生炸弹，吃了蛮多部队的。这 Hero Marine。他是不是除了生化没有其他东西啊？那这个部队超级烂。他只有一颗鬼雷，我直接送他三个字：超级烂，超级烂，超级烂，急迫，真的是一冲击破。因为
鬼子这东西是你要能够完整的输出，是你需要有坦克或是鬼雷解放这种，对，这种阵地去保护它。但是你没有这种阵地的情况下，我虫族大不了我就变一堆毒爆，我五十颗滚不死你，我变一百颗总可以了吧？没错没错，我直接往你脸上滚就好了。看起来它已经变成一个掠夺者搭配这个鬼子的一个生化组成啊。而且他竟然现在才开始提这个加强冲击波，而且他还在出死神，你有看到吗？关键的死神，他应该是按错，按错了，他刚按两只，他刚按两只，然后取消一只，哎哎哎哎，救救他，救救他！刚才从其实一半是有被电磁半冲在打到的，来炸一下，真的很难推，你这个没有鬼雷，也没有解放，到底要怎么推啊？也没坦克啊，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就等于是你现在打的就是纯生化，但是就是配一点鬼子这样子。一堆没有办法打针的枪兵，对对，在里面有带狙击功能的枪兵，有狙击功能的枪兵，哎，比较资深的枪兵，来可以把大龙狙掉的枪兵哦，这边一把扫描确认到虫族的部队，但是其实上下都有啊，你没有 A O E 纯靠散，鬼子全部死光了，虽然大龙也只剩两条，上面好打赢喽。上面但是还有定哦，又定了一把，定了一把，毒爆刚好在下面，被鬼子好像逃过一劫了。哎、欸，真的，来往后拉，往后拉，有点不太好说哎、欸。祭司王的时候其实全部死光了，但是最主要是你剩下的下面这些东西要怎么扛下一波的赤色鬼毒爆、嗯？因为雷诺现在这个只是在地图中间交战，上面的矿我大不了给你，因为他没，因为他矿够多，他没差。对，他下面的矿也还在开，你根本你打掉他一个矿不代表什么。没错。这边就要赶快把毒爆数量给补回来哦，对，来限制一下这个幽灵特务，来自蛇赞助一把真神殿，非常漂亮 ，nice bungle， 是把大量绿都是给击杀掉了。而且现在最重要还是 Hero Marine 的钱一直存不起来啊，嗯，他这样子完全花干的钱，因为正常来说，这种你用纯生化跟人家在对拼情况下，你的经济要至少要比对方好，嗯，甚至至少持平，你才有机会。但是你这种经济比人家烂的情况下，你还想要用生化去硬比那个硬操作，然后跟人家去兑换，其实真的有点困难，真的很难啊。好，慢慢的继续往前扩张啊。Rainer 在家里面的营运丝毫不马虎啊，该开的矿都有开，工兵数也是非常高啊，74、75。这边继续变毒爆，他就是知道你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只要当个白痴变一堆毒爆，游戏结束。刚好符合他自己啊，他也很喜欢变这么一大波毒爆去滚。哎呦，他刚刚很想滚毒爆，你有看到吗？那个毒爆从那个滚动。蠢蠢欲动，蠢蠢欲动。哎，上去。后面有鬼雷，呜呜。哇、哦，寄生王虫啊，不是寄生王虫，这个监察王虫吃了蛮多的火力啊。哎，好险是监察王虫吃到，那没事没事，监察王虫吃到毒爆没有死就好。到了 Rainer 最喜欢的环节了，爆出大量的毒爆虫。也不过现在雷诺是有存款啊，所以他现在只要重胎继续铺，重胎继续往外扩散。我只要在地图中场跟你交换，就算我稍微换的小烈一点，我觉得都没差。嗯，好，一把从上去讲直接滚嘛，这个正面是不是有点勉强啊？其实因为马瑞的部队人口其实也累积起来了。重点是干的虫在哪里？应该在跟大龙一起走吧，我猜。在上面吗？他有一队应该是辅飞配感染配大龙的。嗯，好，上去稍微换一点哦，把鬼雷给换掉，继续滚，继续换。对 Rainer 来讲都是可以乐见的，觉得自己的经济真的太好了。来，干虫来了。Hero Marine 要怎么进行一波推进呢？散得很开，是很开了，将近满人口。用少量的枪兵掠者在上面蹭，还是大龙也来了。大龙来喽，下面那边也换不进去哦，毒爆要往前滚了，发疯了，又要再滚喽。好，大量的兵力，好，往后缩一点，往后缩一点。不仅后面的部队机动性比较慢了，比较难跟。一发真心，这是两发，刚刚是一波魔法兵种的交换哦。中间的大量部队是已经被打掉了，一发焰劈是把干虫打到全部没有能量喽。别人要再退，要再退，甩干虫还有大龙，有没有有能量的救一下？有，一发真气真身定住了鬼子，稍微往后退一下，等这一波46条狗以及94蛇再变出来，让局势应该会对虫族来说好过一点了。现在又马瑞一样的问题，他目前医疗艇，医疗艇，小心小心，
162人口，其实给的压力还算够了。哦，瑞典这边终于抽出了一大批的异化种，想要进行个多线，但是路上都有鬼雷哦，都是有陷阱的。拉开，拉开，拉开，再拉，再拉，再拉。好，哎呦，这个有点大，来硬咬，这是三攻的狂狗，咬不掉吧？这个咬不掉吧？欸、要硬咬农民吗？要咬佣兵也可以，十只，但是有点亏，毕竟狗很多、啊，送的狗有点多。下面的矿区，刚刚好像是被点掉了，是不是？反正现在雷诺矿只要再多抢一个，他就是直接占了人类的矿。嗯，现在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存款再往上拉。嗯、那 Rainer 这里呢，只是钱跟气都很多啊，看他想不想。你觉得有需要再出多一点干什么？我觉得以这个组合不太需要，再毒爆多一点。对吧、啊？就毒爆多一点就好了，因为其实我美人的组合他也没解放，然后也没有其他东西，就是鬼子而已。嗯，你毒爆多一点硬滚，你操作不要太戳，基本上是有机会直接滚死的。因为正常来讲，不然就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大龙多一点，嗯，直接大龙多一点，用硬爆破的都可以，也可以。哦，这边是左上角是有一波小部队的，往后撤，两边现在有点拉锯啊，有点僵持，继续变更多的毒爆。但现在是拉在了上面，少量的毒爆上去换，哦哟，还可以，都还是有散开。他是聚了一条狗吗？好，看起来应该是哦。他现在有一只一台解放者，那解放者就拿去多线吧，开始续解放者了。这边雷诺真的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就好了，那、不用想太多，直接硬滚他。哎、欸，来，好，上去换，开始进行个散兵。鬼子是站得很后面呐、啊，上面还有一大波、哎、哇。是这样，万箭齐发，是不是？全部拿去狙毒爆哎、欸！真的哎、欸，高地做一瞬间，全部的线都牵连出去。那这样 Rainer 刚的地形也的确是很难去做运用啦，毕竟毒爆没办法，去撞一些鬼子的话就有点尴尬。最重要的是这个毒爆要去打这些鬼子啊。然后 Hero Marine 现在还有个问题，他赶快把左上那一片矿抢下来。嗯，因为他现在已经被多抢一片了。如果雷诺等下再继续往后打，雷诺再把他最左上角那个矿开起来，他是整整少人家两片矿。嗯，没错，哇，是一大队鬼子，超过25只的幽灵特务。想干嘛？想干嘛？你把这些战神互相伤害了一下，有4只的干虫是没有能量的。还是另外一边 ，Rainer 是分了两边啊，这边要来换你的矿，狗毒爆要直接把矿给撞掉了，而且有可能掉两个矿哦。对，这边因为马瑞经济感觉要被摧毁了哦。没有农民啊，这边再一把这一战神上去带一下节奏，后面的大龙要来了，有没有要留啊？吉森可惜没有留但是另外一边的操作感觉出现了点失误。哦，这解放者有架住。雷诺的兵，其实雷诺兵拉走就好，他这边不要送，不要送。哎呀，跑啊，赤蛇！跑啊，赤蛇！哎、欸，不赢啊！哦，这边应该不会赢了，还是拉走。鬼子很多在这里，很多鬼子，可是你就真的只剩鬼子了，穷的只剩鬼子，啊，就剩鬼子了。等一下，真的是 K 笑变一波毒爆。好，这边给你啊，给你啊，反正你连左边这个矿都采不完，我这个矿给你，我等一下再回来开就好了。我下去先把我下面刚开好的矿。那边有包子塔，有大龙，有感染虫、啊，什么都有。甚至还是不是可以利用那个空中？可以利用机中王虫去做点事情、啊、不过其实最主要是左边那个矿已经应该也已经干，就是你 Hero Marine 下面那个原本四矿的位置应该也是干的啦，所以其实还好，没有必要大龙特地走出去去打那个地方。鱼雷包，狗毒包，好，开始清。可以看到 Hero Marine 其实已经有点钱不太够了、哦，跳的速度有点慢。他现在重新把刚刚那个矿开起来，但是雷诺是随时再找机会又要再去撞你那个矿的。想分兵，这个一分兵有可能两边都打不赢。嗯，刚才从能量其实也续的差不多了，再多出两只感染。Rainer 真的是不急啊，慢慢不急啊，因为现在有钱的是他，而且所有的几乎地图的矿都快被他开完了，所以这边等一下最先穷死的一定是 Hero Marine。好，
上面交换一波，本期再把这个框格取消，让给你，让给你。那我下面是不是要进攻了？对，下面这边可以进攻。哦，鬼子很多、哦，哎、欸，直接变斧飞哦！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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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一个斧飞啊，那个，哎，定他，哎呦，定住了，有没有在定？有点困难，有点远。好，就 Rainer 是不是要想可以把那些狗毒豹拉回来去？吃那波幽灵特务，你觉得有没有比较有机会？其实是可以啦，但是雷诺现在还是主要还他的想法还是希望可以先把你所有的经济先断掉。嗯，哦，这边这一波是有机会吃光了吗？直接帮他去撞上去。大量的生化是全部都融化了，毒爆数量还是非常的多，剩下医疗艇跟两个解放者。医疗艇，然后这个正面，哎、欸，阿紫不从这里出来。不要出来啊！这个地刺都已经埋到脸上了，在打你的瓦斯厂。哇，这边有鬼子被定到了。你要去哪里 ？EMP 洗下去没有打到，全部都是空发。这边真的，这个虫台再扑下去就要断出兵点，你知道吗？真的，已经快要到二矿口了，已经要到脸上了。游戏时间已经进行到了30分钟，哎，虎背开始对这个基地进行一个进攻哦。哎，拿出少量的鬼子。看能不能进行一下防守，驱赶走，至少要驱赶走，然后渐渐拉开了差距啊！因为马瑞一直是维持在大概150、160的人口，就没有办法再往上堆叠，主要是他真的太穷了。这边终于想到核弹这东西了，但是为时已晚。嗯，主要是他也没有钱去丢那个核弹，他这个钱等一下真的再让他乱丢，等一下说不定连兵都出不来了。刚刚有啊，现在没有，现在没有钱。刚刚有钱，一开始的时候。现在新加重胎，但是主要还是左上角那个矿到底。哎、欸，刚才定住，再定再定，死一个死一个，哎呦，死两个，死两个。好，枪兵全部死掉。左上角那个矿 ，Hero Marine 开起来之后，就还有一线生机。但是要开得起来啊！绿的人，爸爸。现在雷诺这边应该等一下会慢慢的把战线往上放。嗯，哦，这边有看到吗？有看到。好，有抓到这个丢核弹的幽灵特务。好，那你现在兵在上面，哎，这个 Hero Marine 二矿口是还有一波兵吗？还是那些建筑物啊？看有一坨很大的红色的。有可能是鬼子。如果只是鬼子的话，那就请他下去吧。来了，大量古堡直接从这里滚下，要上去撞兵营吗？不要。其实是可以分一点点，然后直接上去把那个上面的兵营的挂件全部咬掉。嗯，这样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啦。好，这边再退回来，然后那现在就变成有 Hero Marine 这边会有两个很尴尬的阵型要守，一个是家里的出兵点，一个是他上面这个唯一一个新的矿。嗯哼，那但是上面这个唯一一个新的矿，虫族这边的操作是比较。不担心的，因为毕竟他插了一堆包子塔在那边，对，所以雷诺可以把大部分的精神放在你如果一出门，我就用下面这一波，被这一波兵直接往你家灌。嗯，包子塔真的是慢慢的爬过来啊！哎，敢出来？出来，我就用毒爆滚你。哎，另外一边其实我还是有点焦灼。哟，哎呦，炸了一下哦！就这个声音，哇，不被掉有点快。又被冰掉了，一瞬间就掉了很多的腐化飞虫啊！只能说操作上来讲，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啊，一个不小心，还是有可能付出一个很大代价。一把真真三听到了四只幽灵特务，一个都不想走，一个都别想走啊！然后上面这边这个框稳固住，然后现在我想到的一个方法是，唯一一个 Hero Marine 的希望。有，我就是一个核弹把这些大龙都嘎解嘛，对吧？都给炸了，怎么样？有 Scar 也上升，对。哎，你这个斧飞还是要小心。哎，斧飞怎么又送掉了？没有斧飞啦，他其实已经没什么虎化飞虫了，现在还在出五只。赶紧冲，赶紧冲，定！第一把两把很多，直接开 A， 快快快！哎呀，很可惜没有继续能够留住啊。是我觉得下面那一波四蛇狗毒豹真的可以去左边的、欸。雷诺的
除非不要再往前送咯，还想定他为什么不打算去解决左边？我觉得左边有机会是被他冲破的。我是觉得他就断出一点就好了，也可以。我觉得 很多可能，感觉他有点绑手绑脚的，这边还被一个隐形的幽灵特务打中了两发 EMP 的四肢了。刚才从目前是完全没有能量可以做一个技能释放的。他现在其实就很简单，你就把出兵点断了，那这人类就只剩这边这波兵。嗯，哦，你后面再用毒爆去跟他换就好。好，去吃这鬼子也可以。哦，来了来了，这核弹去哪里？去哪里？哦，想要炸大楼？难道 Rainer 真的会 Sky 上升吗？我开始有困难。这边会造什么？希望二五一毒爆手。哦，好，嗨，没啥事，没事没事。再一把这一单身，上面被定住了，但是下面的毒爆感觉好像已经送光喽。认为险丢出了所有受感染陆战队，再一把真狙真身，大龙能不能够站住非常的重要。甘虫感觉能量也快被耗完了，现在先继续丢，继续丢。可以可以，我觉得人类的部队目前损耗真的有点太大，拉出了80人口的差距，正面部队所有的幽灵特务陆战队以及掠夺者，完全的被歼灭殆尽了。而且刚刚其实雷诺这边还有个失误，他斧飞都没在动哦，斧飞都偏都是在睡觉的朋友。他觉得斧飞是一个不用操作的单位。来了，大龙来了，哦、来来，医疗艇都没了。陆战队去硬点也太梦幻了吧！这冰火马云直接是打出了巨巨，长达这个半小时的交战呢、啊，激烈的交火，最终是由 Rainer 拿下这一个大后期啊，将比数是来到了2-0的取了个赛末点。哦、这一场我还是觉得 Hero Marine 后期他如果要出选择要出这么多的规则，他就要打得猥琐一点。嗯，然后再加上他猥琐之后，他就开始有余钱，你就可以开始丢核弹啊，对，然后做更多的多线的牵，就是核弹拿牵重开嘛，然后再炸限制你，再来就要比这个超级超级大后期。对，因为正常来说啊，如果你要打正面的话，你的就是你要打多线，然后打正面，你的规则可能不会到这么多。因为这么多规则的情况下，其实如果对面大部分的单位都还是狗毒爆、嗯，其实你的规则的发挥不会到这么的好。对，规则它还是拿来狙，它的目的还是要拿来打那种高质量的单位。对对对对，你的大龙或者是雷兽这种东西，它狙了你才有感觉，不然你拿那个狙，像刚刚他拿去狙毒爆虫、狙狗，那个真的是没感觉，就跟你哦闺女狙啊，根本就没差。它的运用的感觉比较不太一样，但是它。就像你刚刚讲，然后后面是选择，他的大量的掠夺者跟枪兵一样是站前面嘛，然后大量的鬼子站后面，反而是去做一个，好像是等你的毒爆虫被我的掠夺者解决完之后，我的鬼子再上去，去把你后面的寄生虫给全部解决掉。他感觉的概念好像是这样子，对，但是很可惜还是。在后面 Rainer 真的太有钱，自己在经济受到损伤真的太大的情况底下，加上这个配兵原本就不太好去应对，只能是打出了 GG 啊。这边双方是来到了第三场，是转瞬即逝啊。咱们右下角是蓝色冲选手 Rainer， 左上角呢则是 Hero Marine， 没有阵地的鬼子有点难打啦，因为鬼子你没有坦克，没有解放。或者是鬼雷去做一个保护，你真的遇到大量毒爆，真的就要像刚刚那样一直散。你然后你龟子本身 DPS 就不高，对，你在一直散的情况下，你也不肯去甩枪，所以他就变成龟子很容易没有输出。那接下来就要看虫族他有没有带，他如果正面是有带干虫的话，你只要把龟子定出来，他有限行，基本上那龟子就做不到什么事情。这场可以看一下双方打算去有没有要做一些改变哦，上一场。惊天地泣鬼神，这边 Hero Marine 是已经被逼到了绝境的了。现在主要还是 Hero Marine， 其实他在比较绝境的时候，其实他有时候会去放一些野兵营的战术，所以其实雷诺这一场他有稍微针对这个东西去稍微寻一下自己家里附近。好，纸人出来开矿之后接枪兵。好，那王虫已经也是看到死神，前面最早期的来说，都 OK。好，这边死神稍微看一下雷诺，看雷诺这一场吧。反正现在最主要还是2-0领先了、那看他是要打稳，还是干脆直接尝试有一场打一波，直接把它结束掉。前面两个人
前面两个人有领先的局面都下去了。我是，但是我就觉得是有机会拼一枪的，因为通常人类这个时候可能会想要打一些比较偷一点的战术。对，那你如果刚好去抓到这个人类的形态，直接去打一个什么蟑螂的一波，其实是也有机会的。对，巡逻场待会就要来进行交换。好，死神空下土，看到你的三矿了。点掉一个松胎，再铺一次，好像应该是没点掉，应该取消掉了，取消掉。这看起来怎么很像什么火叉人一波之类的？哎呦，因为枪兵还在出，对啊，这枪兵还在按，不过也有可能不是啊。看一下，等一下他那个 VS 好第一台出什么东西？哎呀，原来是大和剑啊！啊，雷诺还真的给我放蟑螂草哎！啊，我看这样子。我看如果雷诺等一下发现长得不太对劲，我看是就可以直接一波打过去了。科技实验室目前只看到这个星际港在挂科技实验室，还给你看，等一下给你看。所以我换一次围巾，再升个隐形，再升个隐形啊！我不开玩笑。那也有可能就是这个战群就配合这个二郎以及枪兵去做点事情，好像也不是不可能。那如果等一下会有一种情况，如果雷诺没有选择早期，就是等一下直接打一波的话，那个哦，直接这样按了，然后做事情了。因为有另外一个是情况，是因为现在火车人有可能是配合战巡舰一起来的。嗯，那你在守住这一波的情况下，如果你反下，你家里是二本科星，反下一个虫洞，对，那人类家里基本上是没有东西，应该是直接开回去就赢了。嗯，有很多这个画面。正常来讲是这样。对。那这一波的话，就要看这个战群舰到底来不来得及出来，而且还很持续。我们地图中场有没有看到这些？刚好看到了，看到你这样走出来，这个很关键。下面战群就可以哦，三矿的泡面是下了一个碉堡去做一个防守。但是这个蟑螂看起来没有要打一波，因为它后续直接补农了。嗯，没错，就是把外面的东西也蹭一蹭吧。这个补给站啊，有的什么有的没的，看能打多少就打多少。而且雷诺这边应该是有感觉的，因为，他刚刚是不是点了自己蟑螂？他是不是又宿醉了？他是不是又点了自己的蟑螂啊？为什么你今天一直点自己的单位啊？有叛徒啦，叛徒！有叛徒，然后他等一下变结尾的时候再把他点掉，应该是没这么夸张啊。好，战巡出来了，来了。雷诺是有应该是有感觉的，因为他刚刚家里第一时间有再多按一轮后场，因为你一直。怎么可能？你出火车又完全不来我家，然后刚刚这么早看到你在提，又什么都隐形女妖又都没过来。对，好，这边直接再醒来了。战术要传到虫族的家里面，有三个后虫，包子爬行虫是应该都已经插了，但是这个王虫可能要拉一下哦。继续操作，继续操作，慢慢的甩。但是有一只后虫血量有点低啊，三个后虫都没有能量了。第二台战巡也还在建造，甚至连大和炮都已经升了。而且雷诺这一场他的二本是偏慢的哦，如果 Hero Marine 这边战巡一直续，然后他前面的战巡尽量不要送，嗯，等一下大和炮进来，其实对那个用后虫手的这一边会非常头痛。没错，来战巡还可以进行一个控场的效果。我看到两个很恐怖的东西，军工厂是已经补起来了，机械化了，不开玩笑。来，还可以点个哎，结尾说不要啊，很贵。第二台也来了，但是大炮没有好。先点那一台残血的，用砸的，直接进行一个交换。那一台 CD 好了吗？踩走了吗 ？CD 好了吗？点它，哇，爆掉了，还是爆了，哎，真的可惜。我还以为他可以全身核对，就差那一下。啊，这边爆掉的话超级亏哦。主要是他大和炮没有好，就急着想要去吃点后虫啦。对啊，他的确是有吃到一点后虫，没有错。但我觉得效果来说也效果不好啊，因为你那个是400-300的东西，后虫、啊、好给你两只也才300而已。点一点工兵，大炮下去炸，不走吗？要不要走？要不要走？还想贪吗？再贪一只？好，可以可以可以，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够了够了够本了。不过。雷诺，你有看到雷诺这个农民数量吗？87只啊！他根本不管你开什么战巡舰，我就直接把农民按满就好了。
在跟我开玩笑，出什么战巡舰？想要战巡舰是吗？而且我看他这个表情，很像是他根本也不管你等一下上面的战巡舰，因为他第一时间确认你的数量，刚刚过来的不是第一台，后面不是两台过来的，对，所以他就基本上知道你是一个 VS 在出的。那他后面看起来是想要直接跳三本，然后想办法运滚你。哦，可以哦。这边 Hero Marine 是选择在后面啊。暂时过渡一个飙车，出了一点飓风飞弹车啊。来这边应该是这个刚才多少好三本就可以先跳了。嗯。然后，但是老实讲，还是要有一些手段去解决这个。哦。好，他这边要他选择百身虫洞也还可以，也行。他真的是不想管这个天空上的大，他真的不想管他。但是其实老实讲，这两台还是有点烦，对、啊，因为他每次过来就是射你，至少是吃你两只后虫啊，然后工兵又可以杀一轮，这样不太舒服。看一下这个虫洞百身发挥怎么样吧。其实御马瑞在家里面的部队也没有到特别多的样子，这两台战群就已经占了非常大量的人口，还在转这个飓风飞弹车。哦，这样还应该是不是太硬要了吧？啊，再盖，然后再回来射，不要不要。太硬要了吧！好，飞到另外一边，三本还是跳下去了，直接开这里，直接开洞，开起来，有机会哦。哎呦，这洞还在这里哦，阿力在，还没有看到吗？你怎么在睡觉？啊，还在睡啊，已经中午了。完蛋了，到底有没有反应？家里那个洞开起来了吗？回去，回去，直接点这个虫洞，然后进去，快跑，快跑，快跑！哦，把那光芒点了，也可以。来来来，这个有没有机会点掉？有没有机会点掉？差一点点，哎呀，差个两只，但是这一波大量的幼蛙虫穿进来，击杀非常快速的击杀大量的 SCV 哦，哦哟，这个打到东西还是蛮多的哦。另外一边又要再开了，第二波百身虫马上就要进来，这个剑指是人类的恶况、啊，看能不能赚到更多的东西。现在因为这个机械化有点还没有顺利成型的感觉。所以要面对这个虫族双线的一些进攻，也是有点痛苦。这面其实有坦克了，坦克感觉应该是扛得住，但是他要打一些他坦克不在的位置。这个主要还是这个摆身啊，这个摆身理论上这个战群舰现在的功用就是，哇，这面只被抓了一波吗？导弹车原本数量就没有很多，这边机械虫在后面站住，好，毒爆慢慢的滚了上来，他们有爬的，爬的，爬过来，爬过来，但是这边部队没有坦克的资源的情况底下。看起来是很危险哦，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是直接被酸石机一个砸掉了。对，这个其实这边就是这个战群舰现在的最大用途，就是你一定要去家里的附近，把这个开洞的地方把它全部打掉。嗯，因为这个摆身是完全没办法对空，所以你只要在有办法找到那个今天雷诺他的那个虫洞到底是从哪边开出来，基本上就可以很有效的限制这个摆身虫。没错，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战巡舰机动性也没有说特别的好，所以他要不断的去一直去找这个虫洞、啊。最主要其实就是分两边啊，两边比较重要的地方。啊，对对对 对, 对。你去把那两个点站住，因为如果今天那两点都站住了，那雷诺只能开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那伤害就比较不会那么大，效果就可能很有限。啊，这边想要直接滚了、哦，滚了滚了滚了，可以滚到不少东西啊！战狼其实也是损失非常的大。哎，就是虫也把坦克给砸掉，进去这个虫洞里面，人口不知不觉是拉开了60的差距。Rainer这边营运的也很开心，战损对他来讲也是完全能够可以接受的。这边 Hero Marine 只能依靠啊这个两只的战巡舰去清一下虫胎，扫一下视野。但是这边对完大炮走吗？战术要传，继续打，继续打。他应该是有战术要传，所以快死的时候再走。飞到一个有可能开虫洞的地方，还是 Rainer 这边是直接开在另外一边 哦，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反应？门这边要不要升起？上面有没有关？上面关了。但是二矿要受难了。二矿的工兵应该是第一时间有可能全部死光吗？这个、飞起来，没有操作。哇！满能量的新轨是直接被打爆了。哇，这个失误有点不应该、啊。哇，那飓风飞弹车感觉又被滚了。Hero Marine没有办法应付这个 Rainer 的乱战吗？到处都是异化虫虫洞，
吉尾虫跟百生虫啊。好啊，那这边，好，这边扫一个扫描，但是狗又上去了，有一条狗溜上去了。没错，有一条狗偷偷摸摸的。好，这时候解放者来抢一下节奏。不是，他是不是架在一个没有框的地方？刚刚好像是，刚刚拔起来啊，这边有两只。做事情，而且这个射程是已经提升完成的哦。架的位置非常的远，其实对虫族来讲也不是很好解决，但是这个正面又没有操作了。火车，哇，这个矿还掉，毒包直接向上滚，有没有办法去击杀这些飓风战车啊？有点困难，跟不太上。哎，这个我看他第二发好像也没砸，好像也没砸到，有点歪，有点歪。我死很多，到处都是解放者哦，赶快出斧飞。哎，工兵被击杀的有很多，他其实自己是有本钱，其实反而是因为毛利没有什么。太大的本钱再去掉这个基地，它四矿一直开不出来。欸、但你不能这么大方吧？欸、你的不行啊，你的工兵不能这样送哦。32只了，32只一大坨的再送。另外一边，巨龙战车压回来。百生虫，百生虫还有没有再出现？直接 A 了，要直接 A 了，要直接不管了吗？大量狗直接上去，让你的车子完全没办法后退，团团包围。毒爆虫滚了上去50人口的差距，一瞬间直接拉开。这个战群，这个战群打赢又怎样？这个没差，因为这战群你就算这边打赢了，你进去虫族家里你打不赢后虫啊。没错，这个三基地是完全没有任何兵做防守的情况底下 ，Hero Marine 是直接0-3呐、啊，不敌 Rainer， 是下放到了这个 Side Bench 最后的一场比赛、啊，很可惜没有办法再对上 Rainer 的。翻战里面取得任何的一场胜利，这我觉得最后这一场就应该说这三场、啊、就是 Hero Marine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节奏一直提不起来。对，不管是虽然说你打机械化一部分是可以弥补你节奏慢的这个问题，但是你前面的战巡舰第一台掉了、其实那个影响是非常大。你如果前面那台战巡舰没掉，你点一下出来是两台战巡舰那个大和炮一号，对你直接赏那个后虫两发，你再走就好了，你就回家，然后再等第三台出来，你再三只去打。因为雷诺刚刚那个开局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他的科技很慢，对，所以你一旦你的战巡舰数量继续往上续的话，然后后面只要我每次过来，我就先请你吃大和炮，对，然后后面尤其是战巡舰在续到三台以上的时候，其实后虫会开始打不太动，他清后虫的数量会非常快。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 Hero Marine 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对 Rainer 这边的矿区去进行骚扰。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Rainer 是率先在 C 组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到了我们的八强。我这边看一下他的采访。So first of all, congratulations, Rainer. This is your first ever WCS Global Finals.And now you're making it to your first round of eight at a WCS Global Finals in first place. There's a lot of firsts going on here. Yeah, I'm really happy, obviously. Yeah, I think I was more, you know, more relaxed during this year's because I know how Gabe plays usually and I had no clue against Hero. But yeah, still quite happy. Yeah, I think a few mistakes, but still good, I think, yeah.The score was a very dominant 3-0, and that being said, we still saw Big Gay putting up a very, very strong fight. Let's start with talking about Winter's Gate, because up until you killed that base and took out, I think it was like 22 SCVs, it felt really close up until that moment. Yeah, I don't really like playing versus that build. I think it's quite good. And yeah, I was trying to kill him with my run-by, but yeah, the Alien Set home, so I was like, I'm a bit behind now. I was on 4 gases, not many drones, no upgrades, so...Yeah, it was not the best game. Also, I don't like that map. So, yeah, it was very close, I think. And talk to us about what World of Sleepers was like, because you were extremely wealthy throughout that entire game, and yet he held on for such a long time. He really played his heart out, and it just wasn't enough. Yeah, I was very surprised, actually, when he did the engagement with from two sides with the ghosts. I was like, I'm winning, and then he kills my whole army again, and it was not winning anymore. But yeah, it was good, yeah. Late game is not bad for Zerg now, so yeah. Well, there's been a lot of commotion talking about how well you've been playing in practice lately. 16,900 MMR, 4 losses is what I've heard. So in your own words, talk about how your condition has been and your expectations for heading into the playoffs. My expectations were very, very high because I was...
first on the ladder in Korea, and still first. So yeah, I was like, let's hope I can keep playing like I was doing in practice. So yeah, the expectations were very high. Well, I'm sure your fans would love to continue seeing you advance. So congratulations once again on securing your spot in Anaheim. When we come back from this break, guys, we have our elimination match coming up. It'll be a rematch of the recent Super Tournament quarterfinals with Hero taking on Classic.